把球都留原放，或者球加一门谁懂啊？啊，你看，还有专门的淄博列车啊，这怎么了？他别在车上来烤肉啊？几点开始？11点好，人11点开门，这才9点来钟，这是哪枪？泡妞拉饱了。哎呀，是他没走啊，他又去的便宜，1块钱一份，他不行，就要从头都合来了啊。这又靠吹上的啊？天天嘛，天天都要吃火锅。他是好多天吃了，我给你煎个饼，你尝尝。这什么梨花吃法这是？特色吃法，你尝尝。吃吗？我尝尝味儿，你给我卷了。好了，这个真是个技术活。哎，不、啊，怎么样？吃的怎么样？挺好了，要不说我还真是到出来走走，是吧？行，那什么，我就送到这儿了，一路还慢点啊。不是你上哪去？你走了？我在班。